国图到你家是全国唯一以政府出版品为服务内容的平台，免注册免登录，即可免费下载及使用，透过电视机上盒、电脑网页或是个人的平板或手机，输入国图到你家并下载 APP， 便可以随时随地体验图书馆丰富的数位资源。国图到你家目前主要的功能包含电子书、数位影音、主题推荐、图书预约、好书推荐等多元的内容。国图到你家就像是图书馆的 Netflix、 Disney Plus 或是爱奇艺，横跨多元主题、多国语言，适合各个年龄层的读者来使用。电子书内页有设计功能选单，让读者可以更方便的操作与观看。另外，我们将电子书制作成自动播放以及手动播放二种版本，并且在电子书中设计了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以及 AR 游戏，让大家在享受阅读之余，还可以透过互动内容增加深刻的体验。除现有主题分类外，平台的电子书将依新课纲提供分类选择，当作老师授课的延伸阅读或是教学辅助教材。针对本土语言的课程内容，就有许多台语、原住民语、客语等电子书，像是小勇的生活讲述的是台东太麻里部落的日常，透过主角小勇讲述排湾族的农业技术以及传统文化传承。此外，也鼓励小朋友接近大自然，并且懂得尊重环境。台语故事《乐地宫的花生糖》则是用非常在地的语言讲述200多年历史的徒步绕境活动以及民俗文化，透过电子书更贴近生活的内容，增强学生的共感能力，同时也是让学生们懂得尊重不同语言和文化，培养多元思考，打开国际视野。国图到你家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子书平台，它更象征着教育的未来，一种现代化学习的重要工具，让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知识的乐趣。知识无限，国图陪伴，一起前往国图到你家。